把球传出去，一个转身邱子轩卡住了，最后要赶快往篮外一丢，插板得分，哇哦，拆炸弹了。Rickman， 他现在场均整个助攻次数是来到9.54，郭汉能在篮下摆进两分，第二名的蒋玉安是6.3。昨天有刻意调整的情况下，今天应该不会那么累，背对背的比赛。但是要先问过海龙王 ，Rickman， 哎，最后绕来绕去，全部也退缩了。对，尤其是当到季后赛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作对厮杀的时候啊。好，博汉南这边 N 哇接到的是 Rickman 的助攻。但这边胡龙茂又是一个空档，再来一颗，白丝又来过掉，哎呦，裁判没有想哨，他前面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快攻机会，传上篮得分。胡龙茂现在又是面对温俊煌一个转身，哇，溜进去了，哎呀，非常大号的三分球。哇，莫尔这里的回防，哦，双方也是人员有调动。哇，在这边花雅也来一颗，又是胡龙茂在外围的机会，在，哦，又放给了胡龙茂，在第一节手软最火烫的男人，第一节就砍了17。有一个很大的空档。哇，这个地板传球其实传得相当不错啊，最后找到了禁区里面，说是先摆了一个双塔的阵容，那这球在篮下被盖下来之后，前面三打一是不是要交给拖车破案人，有受到一点点干扰，不过球还是放进，他可能跟卡尔马龙一样，就是玄冥二老啊。对，哇，身体的对抗上来讲是有明显的有推出去的动作，哇，特里球又被干扰掉了，二打二的机会停下来 ，Brickman 三分外线出手，再一个拖心球要喊暂停了，哇，对，又是胡龙茂的出手，哇，已经挡在前面了，这不消紧，这边绕了一圈之后。卢冠学只能跟着他的球帽掉大脚，卢冠学这边想要拉杆，哦，哇，这高难度动作 ，nice play。而胡龙茂能不能延续前面的手感还来？再给一个小球，不能放进篮筐的人，就怎么样投都有点投不太进去哦。好，这边还刚讲完，左边被打了一巴掌，而且你今天手感这么好，给我不合理吧？好，这边撞了一下，并没有投进，但郭汉南抢到进攻篮板球，补也没有，但又捡到了篮板球之后，用左手勾进了两。而且卢冠轩是非常擅长在急攻的情况下找到外线投射啊。哎呀，哦。好，有一个比较属于大打小的机会，胡龙茂，哇哈，摘炸弹成功，哇，好，莱斯出手后还是跟裁判要了，想要要犯规，这边哦吼吼，阿雅再给你一个，哦，真的是，那我想观众当然就是喜欢看这样子打架的戏码，是这种准度，哇，是这种很准的打架，不是真的打架的那一种打架。胡龙茂站着抢到篮板球，前面快攻的机会，哇，阿阳有没有时间的压力，然后绕到另外一边被定板，但是波汉能补进两分，哇，这个林明这个出手其实不太聪明啊，好了，突然的跌倒啊，Rickman 这边就是要来单打李明高包得分，所以他们个人性质、个人风格可能会比较强烈一些。但是台湾的球员可能都是以胡冠轩今天也拿到16分了。哇！但是 Rickman 在第四节，哇，还是比较不在一个等级之内啊。哦，然后海神在折损的库萨是对全家海神来讲会是有点问题啊，因为毕竟。
他在进攻端跟防守端来讲，我在这时候这个三分球出现在无限的，哦，毕竟现在是他的主战的前锋吴龙茂没办法上场啊，怀疑出手 catch and shoot， 苏文儒的三分球也开枪了。哦，真的是接着胡龙茂的棒子啊，换上他之后还有一样的手感啊。哦，现在不到两分钟，现在落后七分啊，这样台中太阳真的是难追了。